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西达是等于三的二派，三的二派就是120啊。那么这个无穷等比级数多少？我这公比是 sin 西达， sin 西达的话呢， sin 120度哈，它是小一嘛。sin 呢，三的二派就是等于120，就是等于 sin 60度嘛。三的派，这是等于二分之根号三，这是小一啊。公比哦，公比那个小一大一点嘛，所以它是收敛的。公比哈、哦，它绝对值只要小一的话，就是收敛的，它、啊、其他的都是发散。好，那所以呢，这个收敛的话，所以带什么呢？带公式，就 a 1除以一减 r， a 1是等于一，那 r 等于多少 ？r 的话呢是等于二分之根号三嘛，一减二分之根号三，所以这个多少？通分以后，这是二减根号三分之二，上下乘以二加根号三，这个乘以二加根号三就是二的平方减根号三的平方，这是一嘛，一分之二，二加根号三，所以呢，它的这个，和哈就是等于四加二根号三。是它的和。